是莎莎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课程，就是我要去台北开课了。那时间呢是9月5号到6号，我们在台北的四四南村举办猫麻瓜的课程，然后我们会教大家做这个，它就是一个结合你们家宝贝宠物猫咪的毛，然后所制作的一个钥匙圈，让你们就可以随时带着你们的猫咪出门。大家应该有看过好味小姐跟我一起拍的那个猫毛毡耳环吧，它就是一个同等的概念。进来吗？这次的活动呢，总共分成4个场次，详细的时间在这边，你们就按照你们想要的时间来报名就可以喽。那费用是1个人990元，还有一场猫咪的行为讲座可以上课。如果想要参加的话，记得去 UDN 的网站报名哦，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下面的说明栏。我们就上课的时候见喽。